社早期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还有一个名字，叫德云曲艺研习社。对对对，只不过后来没叫开，大伙儿说叫德云社太省事了，就把曲艺研习这几个字去掉了。名称上没有，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是这份工作，要把曲艺继承、发展、弘扬啊。这个曲艺说来就多了，不光是相声、古曲啊、快板都是。对，在我们这后台有一位快板名家的后裔。啊，现如今表演的是非常的出色。我们来先看看这位老先生的视频。连排长见汽车已过，说声走。七英雄挑过哨塔，上了高山，在路上遇见了崔大嫂，舍死忘生来支援。崔大嫂引路走得快，绕后山，他们来到了委团部的山洞前。很多观众都知道啊，这个视频上出现的这位先生是我们的快板艺术家梁厚民先生。当年梁先生一曲《奇袭白虎团》轰动天下，人人尽知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，就是梁先生的外甥，也是他的弟子，德云社的史爱东。有请，有请，欢迎史老师，欢迎大家好。哎，史爱东老师是德云社著名演员，没错啊，不是相声、快板两门报。在您出来之前，我们再看视频。您的师父，也是您的舅舅啊，对，梁厚民先生。梁先生呢，性格呢很绵软，很内向，特别可爱的这么一个小老头。从来没有着过急，跟谁说话都乐乐呵呵的，很和气，说话也很慢啊，对，特别可爱。给您排练呢、传授技巧的过程当中，有着急的时候吗？没有。没有着急的时候，永远是那个二舅您看我这个活怎么样，还行，还可以，凑合。我在这您别往后说了，再往后说这活就不成了，越说越要不得了，是吧？对对 对, 对、在你记忆中老头就没着过急啊？没有着急的时候，但是他说完了之后永远说这个活你还得好好再练练，哪一点哪一点再弄弄。他没有说的那个急着发火的时候，这一点他没有，跟任何人都没有，性情比较温柔。对对对对、比较温柔。哎，我们都知道相声是王高李三大流派。那现在呢，梁先生这个也自成体系，也被称为梁派快板，可以这么说、这是梁派的继承人。今天这样，这个舞台交给史爱东老师，我们来看一下您的快板唱得怎么样了。有一个酒迷爱喝酒，他是天天酒瓶不离手，还专门爱喝烈性酒，是一喝醉了他就献丑。有一次一个人喝多了犯糊涂，在这桌子底下睡了一宿，他老婆是天天把他劝呐、哎呀，我说你能不能够别喝酒了。这个酒迷说了，哎，倒不是我呀非得要喝酒，就因为你经常提起这个酒字儿，勾起我立刻就想喝酒。你要是不提这个酒字儿，他我就永远不喝酒。是喝酒的酒啊，九月的酒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那个九九九九九九九，你说话沾点酒字的边儿，嘿嘿，我就要喝酒。他老婆说，好吧，今后我永远不提这样的字儿，你就甭想着喝一口了。眼看着是一天一天过了一周，他老婆是一个酒字儿也没说出口，可把这个酒迷馋坏了。去到大街找酒友，是碰见了张酒和李酒，问酒迷，哎，这两天怎么没见酒迷大哥去喝酒啊？这个酒迷说，嗨，别提了，我和我老婆打了赌，她不说酒字儿，我不喝酒。我跟她说了有那么千句话，她是一个酒字儿也没说出口。二位兄弟把我就快让我把那个美酒喝到口。张酒李酒齐夸口，说酒迷大哥莫发愁，你如此如此这么办，管保你美酒喝到口。酒迷一听喜心头，是转身就往家里走，进门就对他老婆讲，哎，我要到舅舅家里去拿酒，
回头要有人来找我，你问清了姓名再让走。是拿着东西，是空着手，你都一一记心头。等回来你可得告诉我，不准你撒谎瞎胡诌。他老婆说好吧。酒迷说罢转身走。不一会儿来了酒迷的朋友，叫张炯，怀里边抱着个大酒篓，说我和酒迷大哥是朋友，请他九月酒到我家里去喝酒。张九说罢转身走。又来了酒迷的朋友叫李九，手里边提了着一捆宽劲儿的韭菜叫马连酒，说我和酒迷大哥呀也是朋友，也请他九月酒到我家里喝韭菜馅的饺子酒。李九说罢转身走。不一会儿酒迷他拿着一瓶酒进门，就把他老婆问，哎，是不是有人来找我，他姓字名谁，什么朋友，手里头拿着什么东西，你赶快对我说出口。他老婆说好吧，这头一个来的呀叫张三六。啊，张三六啊，怀里边抱着个大个的，那叫二七篓。二七篓啊，这二一个来的呀叫李四五，手里边还提溜着一捆儿那个扁叶葱。这俩人都是你的好朋友，请你喝去呢。哎，喝什么呀？喝四喜才加五魁首啊。酒迷一听发了愁，他这辈子甭想再喝酒喽。